有媒体在采访唐国强时问他，现在有很多年轻偶像明星想突破形象转型，但是大多没有成功，一些网友甚至在网上骂他们，您怎么看？对此，唐国强不愧是文化涵养很深，见惯大场面的老戏骨，只轻巧而大气地回复了一句，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媒体报道此事后，网友纷纷为他点赞，称他不愧是全明星诸葛亮，有文化底蕴的老艺术家，非凡娱乐。